边舟连波烟，秋水墨色染，如见美人眼波涟。故人久未见，分饰煮酒杯未满，风长卷，轻将红袖挽。此生何用声声叹，道不尽流年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月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烟。看流沙聚散，回首天涯路远。英雄何用声声叹，断碑落残月。君不见青山，豪杰中华尘。豪杰中皆化尘烟。四哥，你好。四哥哥好。老九，可别净说些凶险之事，扫了美人的兴致。姐姐看到一人，看到一个下等仆役，就变得非常不安，偷偷垂泪。你想要什么？找一个人。不过你好像忘了问价钱。人我带走，你的命可以留下。弄玉，你这两天心神不宁，我点了疏影淡香，可以帮你放松一些。谢谢姐姐，你也很劳神费心，别光顾照顾我了，姐姐也好好休息。是啊，听说已经初步查明案情，以公子的能力，相信这个案子难不倒他，应该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。嗯，那你早点休息。张大人，深夜文照不知有何吩咐？哦，哈哈，公子请。啊，公子所查左司马遇害一案，可有收获？啊，虽有扑朔迷雾，案情却也逐渐明朗。公子做官没几天，怎么也开始说这不着边际的官腔了？子房可是成了我的得力帮手，案情进展，大人应该了如指掌。今晚的谈话，看来是要说一些他不知道的话题。有些事情，他还是不知道为好。原本以为是寻常凶案，听大人这么一说，我忽然意识到，或许不那么简单。左司马刘毅乃朝廷重臣，所涉凶案必定不简单。刘毅是姬无业一手扶持上位，我还以为大人乐见其成，
左司马是军政大员，隶属军部，此案姬无业可以亲自勘察，亦可提交御史监，而交给公子似乎是对他最不利的选择。看来是个烫手山芋啊，他要找一个喜欢出风头的愣头青来接，显然就是我咯。哦，哪里烫手呢？虽然左司马夫人与宫内宠妃胡美人是亲姐妹，但鬼兵劫饷案涉及龙泉君和安平君两位王叔，姬无业也不曾忌惮。看来最烫手的可是百越之地这四个字。这四个字是一个禁区。谁的禁区？很多位高权重的人，其中有一位是整个韩国最至上权位的人。大人是指我的父王。公子，既然是禁区，老夫也只能严禁到此了。大人是希望我远离这个禁区？我是建议公子尽快结案。那红鱼怎么办？红鱼是谁？也是这次案件当中的受害者，紫兰轩的一个女孩，出现在一个错误的时间。一个青楼女子？她的确微不足道，就像都城街道夜晚的一颗露珠，清晨来临就会消失无痕。四公子，子方，最近都城不太平，你行走夜路应该多带点侍从才好。谢四公子提醒。你们张家五代为相，辅佐历代先王，是国家栋梁，而你与我家老九投缘也是难得。九公子一师一兄，良获益匪浅。我们这个老九虽然才华横溢，
但一向喜欢玩乐，好不容易这次有事情这么上心，让人欣慰。不过他常年在外读书，朝内有些事情未必了解，子房你要多多助言。梁一定知无不尽。认识这支队伍吗？雪衣堡的军队。皑皑雪衣侯，昨天回京述职，你觉得如何？雪衣侯世代功勋显赫，常年驻扎在外，回京述职也是常例，虽有巧合，梁不敢妄言。哈，子房聪慧过人，不敢妄言是懂得分寸，还望四公子垂教。老九在调查的案子我不该多话，其中凶险典故你们须得仔细。走吧。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混蛋给我杀了！坚持多久？我会留一个特殊的笼子，给你这个最特别的猎物，然后慢慢的折磨你。姐姐，今晚的客人可真多啊。是啊，酒水不够了，我们再去拿点吧。好。果然还不死心。
我有一个无价之宝要给你们看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关注天行九歌官方微信，回复子女，并在专题内为我打榜，一周内文章投票总数达到10000，下周我就为大家揭示这无价之宝的秘密。是不是还没看够就结束了？快来关注天行九歌官方微信，独家彩蛋、官方设定、精彩壁纸等独家福利一手掌握，还能提前看未装葛聂篇的精彩漫画剧情。我在天行九歌官方微信等你哦。请搜索天行九歌进行观看哦。秀发如烟，晕染了那一年，你的微笑间牵挂风和美，斗篷拂过窗沿，恰逢是一少年，你檀香惊醒我的鼻尖，灯下断烟无眠，提笔落书卷，纸上你远去，唯有风挂念。红叶拾起被谁偷去，香山残雪，花风染手白卷。你身后风吹一夜，望竹间似成告别，莫为间。想惊醒我的鼻尖。是一些传闻，关于一笔宝藏。豺狼之间的约定，有趣。这跟你没有关系。你动了紫兰轩的人，唯一的结局就是以命偿命。事情还没有结束。